新北新庄巡逻员警执勤时，在路边看到这名驾驶。啊，你车干嘛停在这里？啊，车停在这里有红线呢。员警直觉有异，要上前盘查驾驶身份，没想到这名男子却急着上车。这是谁的？男子疑似心虚，突然情绪失控暴走。你干嘛？下车啊！过程中，这名男子不断推挤员警，也不愿意回复警方问题，还坚持一定要上车拿证件。警方见状，立刻提高警觉，果然在副驾驶座的脚踏处发现一把开山刀。由于这名男子不断叫嚣跟推挤员警，快打警力立即上前压制，并以妨害公务现行犯予以逮捕。随后清查车子，又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一把、子弹四颗以及卡西酮烟弹一颗。警方在侦讯后，一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毒品及妨害公务将他移送侦办。东森新闻在新北报道。